是小陈。你是哪里毕业？你住哪里呀？服务员，服务员！哎呀，小姐，点菜，点菜！哎，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！你高吗？没有姚明高。你富吗？没有比尔盖茨富。你帅吗？我为人很坦率。哎呀，还挺幽默的哈。江湖上有传言，说幽默是女孩菜谱里面必不可少的一道菜。挺会说的，你有房吗？280平。你有车吗？奔驰最新款。那个，我们可以开始约会了吗？如果您不介意的话，我现在就是你女朋友，姐。姐，你不是陪我来相亲的吗？这是500万，请你拿着，永远的离开我儿子。是哪里呀？妈，他人呢？你觉得一个靠卖羊才上得起学的女孩，配进咱们家门吗？可是他家有30万头羊，半辈子都他家的。你还没走远，快点追。伯母好，听你的口音是乡下的吧？伯母，你找我来有哪事干？我们家阿晨是我公氏财团的独子，他早就跟赵氏集团的千金有了婚约，要多少钱？开个价吧。10亿。10亿？那我祝你们幸福。那我祝你们幸福。